不用，真的下。我准备这个。重不重？还好。它有轮子的话还是没问题，可以走了，这个可以走了。嗯，因为已经两三天了。这轮子自己装的？不是，他买过来的时候都有这个轮子。放哪里？就放到你。就放这里就可以了。还是弄那个哈。哎，都弄那个嘛。喂。大家好啊，我们今天准备做苕粉了，先把这红薯洗出来啊，因为太多了，如果今天洗完的话也没时间打，所以说今天把它洗掉，明天再打。红薯总算是洗好了啊，现在天都快黑了，明天再打了，明天就做苕粉。那个，就这样。哎，对，跟圈一样大就好。对，全都起来。那行，我说我可以。明天打飞机。明天打飞机好。哎。你说不会。